大家好，欢迎收看时间密码，我是范逸华。今天加权指数大家说好可惜哦，因为昨天涨的呢，今天通通都几乎跌回去了，最后面呢是下跌69点，收在了9495点，量的部分呢同步的比昨天还要增加1328亿。好，今天打开了这个上市柜，会发现说在上柜的部分跌得更重，跌幅呢来到了2.6%，而且跌停板家说好像有一点点多，哎，这个现象怎么来观察？我们赶快邀请到的是轮源投顾的曾分析师林和彦，和彦哥你好。一华好，大家好，我是林和彦。好，和彦哥，昨天晚上其实欧美股市好像就已经透露玄机了，在今天台北股市呢，果然哦跟着往下掉。可是真的要因此而特别担心吗？还是说真的只是涨多稍微做个修正而已？好的，今天是震撼教育啊。嗯，昨天晚上看到美国跟欧洲那种跌法，其实心里面已经有点是毛毛的。对。那今天早盘政府还一度在力守在撑盘。嗯。可是毕竟。哦，还是没有办法对抗全世界的一个趋势，所以最后卖压还是出来了。那昨天最主要还是因为葡萄牙的问题，嗯哼，因为葡萄牙昨天传出来，葡萄牙境内最大银行啊出现了违约的事件，那股价昨天是重挫了17%，停止交易。欧洲是这次的震央，因为原本之前让全球股市大跌的一个因素就是欧债的问题，嗯。隔了2-3年，感觉上欧债问题好像已经解决了，没想到又来了啊！这种银行还感觉上好像又要出现。对，可是以昨天欧洲那方面的说法是，不是国家的问题，因为之前欧债是国家的债务出问题。嗯哼，那现在国家债务没问题，只是零星一些银行自己本身在风险控管上没有控管好，而出现违约的状况。这是个案嘛？哎，这是个案，所以昨天欧洲单在震央，所以跌得比较重。啊，从德国、英国、法国这个跌幅都蛮重的。嗯，那美国单不可能排除于外，所以美国昨天也是大跌。只是说美国昨天大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道琼昨天开盘的时候是跌了180点，开盘跌180点，可是慢慢又回到剩下跌31点，可见得啊，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对于葡萄牙的利空已经消化。如果没有消化的话，那我不可能从大跌180又回到接近平盘。嗯，但最后收盘是收在跌100啊，跌70点。可是这个下影线也有将近110点的下影线。那美国昨天发布出来经济数据，上个礼拜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啊，一周减少了1.1万人，这个是利多啊，这也让昨天美国股市留下影线的一个支撑。所以其实从美国昨天的下影线已经告诉你。葡萄牙这个问题其实对全球的影响其实没有那么深啊，如果很重的话，那美国股市就不会起来了。所以今天亚洲股市其实卖压也没有预期中来的那么重，尤其今天香港，因为大陆股市一开盘之后还曾经一度涨了快1%，所以今天香港相对也比较稳。那台北股市间反而卖压是倾巢而出，什么原因？今天一开盘之后啊，政府还一度想要护盘，所以早盘开低个20-30点之后，一路翻红，甚至于又创新高。嗯哼，那这个创新高重点是用什么股票？因为你想哦，欧洲昨天是银行出问题，对不对？所以影响到的美国股市昨天银行股当然也是首当其冲，所以美国的银行股昨天美银、花旗、大摩啊，包含高盛啊，这个都跌幅都超过1%。那昨天台北股市在涨什么？银行股记不记得啊？昨天台北股市银行股是推动的一个重心，结果欧洲银行那边出问题，美国跟着银行股也变弱，那么相对台北股市这边银行股一定会受影响嘛？嗯，所以今天如果护盘还要再用银行股，那不可能的。你看昨天银行股里面一档最强的啊，2816的旺旺宝，好不好？看一下旺旺宝，昨天旺旺宝是涨停板，今天旺旺宝反而一度达到跌停板。所以今天想护盘，动用金融股没有用，大家一定不敢买。因为既然欧洲的银行出问题，台湾这边的银行股啊，绝对护不了。所以今天一开盘之后开低，用什么股票推上去？台积电啊，因为外资昨天喊台积电喊了170块，所以台积电今天一开盘之后，马上开高盘啊，最多涨了大概快4块钱，涨了3.5块。你知道台积电涨2块钱，对于整个大盘来说，这影响是很大的。那除了台积电以外，另外鸿海2317的鸿海啊，今天也是护盘的重心，今天也是呈现上涨的。那另外一档就是股王大力光3008，今天大力光持续写历史啊，最高来到2555，再创新高。
那最近利用这三档个股，电子股的全值股加上大立光一路拉上来，让整个台北股市一度又创新高啊，可是最后还是撑不住，卖压一出来之后，整个就狂泻下来了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过，本来操作上危机意识本来就是随时要有的。台北股市这段期间以来是全球最强的市场，你看哦，我们来看最近全球股市的比较，这是欧洲股市的部分。欧洲最近这一个多月来，这是德国做了一个头部，最近已经连续三天大跌了，而且都头部出来了。那英国其实这个图形也是蛮弱的，英国两个月的头部也破底了。目前撑住全球的是谁？是美国啊，道琼还很强，还在17000上下在游走。可是很明显，最近涨幅也冻住了，也困住了，大概只有300点的范围里面。反正台北股市这一个多月来，全球最强的是台北股市，欧洲已经下来了，美国在高档震荡，台北股市这一个多月来从9100啊一路攻到9600，还狠狠的涨了500点啊，狠狠的涨了500点。那台北股市虽然最强，可是当全球股市如果同步转弱的时候，台北股市早晚一定会受影响的。所以危机意识立一顶爱屋，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跟大家讲，指数虽然强，可是重点在个别股，因为大盘量是一定不够的。当不够的时候，一笔资金一直在轮动，只要资金被撤出转弱的族群，该造力爱造，该陷力爱陷啊！你不要说看到指数涨，股票是舍不得卖，那最后吃亏的可能就是你自己。你看这段期间最弱的，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太阳能、太阳能、太阳能，对不对？昨天大盘涨75点，太阳能也是跌嘛。那今天大盘跌了，更不用讲，弱者恒弱，弱者更弱。今天太阳能股又是全面重挫，所以你一直坚持不愿意卖的结果，对，你看硕和，今天台北股市大盘才跌第一天而已，你看硕和跌多少了？对，800块已经下到从500几块啊。对，中美金从62块钱下来。今天又破底了，原本低点53，今天中美金的低点，我们来看，今天中美金的低点已经来到51块钱了，行不破底啊？另外，茂迪原本低点44.7，茂迪今天低点到多少了？是不是剩41块钱了？你不卖的结果，它越来越低，啊，玉金啊，你看它从37已经跌到29了，感觉啊好像已经跌很深了。我们来看玉金，剩多少？因为已经跌到剩28块钱了，又破底了，然后继续破底了。所以弱还是弱，你应该在第一时间转弱的时候就要赶快避开了，而不是等到它越跌越深之后让自己无法自拔，那资金整套资金卡在那边，你就动弹不得了，就动弹不得了。你看这个行情今天一开盘之后，开低往上拉的过程当中，很多人看到政府在护盘，一定就是冲进去，甚至于做限股当冲的。你知道今天为什么下半场卖压会那么重？因为现在开放限股当冲嘛，对不对？很多人看到早盘开低翻红，尤其用台积电啊，甚至于用大立光、鸿海在做拉抬，一看就知道政府在护盘，所以很多人下去抢多单。当你抢多单，那些多单，哎呀那尾盘一定要杀出来嘛，对不对？所以下半场的杀盘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限股当中认赔的杀盘，加上很多人看到美国、欧洲昨天的大跌，心有戚戚焉，盘一杀，压力越来越重，跟着一起把股票给杀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没有错的话，今天融资应该会大减。今天融资应该会大减。可是你股票卖出来，你要考虑说你是卖对还是卖错。如果卖到强势股，那就可惜了。所以在分析上，随时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你看我今天一开盘之后，我给会员提醒，今天一开盘9:14的时候，我第一通讯号给会员，昨日葡萄牙最大银行出现违约，造成欧美股市全面重挫，对台股会有多大影响？要进一步观察，今日不可急于买进，手中持股留安心，等老师通知才可进场。等到11:04的时候，当时大盘正好从高点下来，我说今天早盘政府刻意护盘，指数一度创新高。涨26点，但最终不敌国际弱势，目前开始翻黑下跌了。早盘忍不住进去抢进去的，几乎都要套。老师会严格把关，
没有把握，不会轻易带会员追高杀低，一切等老师的指令。今天早盘政府护盘把盘再创新高，我看那个景象哦，我一张股票都不让会员买，把会员手脚全部绑起来，哎，绑起来结果对不对？对的嘛，否则尾盘上杀下来，一天搞不好当天赔个6%、7%，很多啊。今天盘中打到跌停板或者收盘跌停板的嘎嘎片，我大概估了一下，大概不会搞80-90家了，快100家，哎，快100家，好，所以有时候操作股票该忍的时候你要忍，股票市场不可以冲动，冲动容易误事。你不要看到行情一涨，哇，手一痒跳进去，跳进去如果状况不对的时候，到最后会很惨的啊，会很惨的。所以今天我盘中特别提醒会员，千万不要碰，这个行情千万碰不得。我相信会员收到这些讯号之后，感受应该很深。好，老师的用心，你们应该感受得到。来，我们来看一下几档比较重要的股票。今天华亚科，华亚科今天一开就开低，啊，最多打到快跌停，最低来到56.4。那为什么昨天华亚科还涨哦？你看昨天华亚科还涨哦，昨天华亚科还这么强，对不对？昨天华亚科还这么强，为什么今天马上一开就开出低盘来？什么原因？因为昨天下午华亚科发布六月份的营收71.多亿啦，71亿比五月份衰退了5%。虽然很多人听到哇，华亚科不是很好，怎么月营收变成衰退了？所以马上把股票给杀出来。那其实你这样判断，你要考虑是对还是错，因为毕竟它还是比去年大幅成长38%，尤其华亚科的业绩，它的营收不是像其他公司那么简单，到月底出货多少就算多少，不是的。因为华亚科它所有的产出，它没有办法流到市场，它所有产出全部都要交给美光，所以它的业绩是由美光来核定的，以美光它每个月的销货量连续3个月的平均数。那当然我们这边政府规定每个月10号之前一定要发布营收，所以他在10号的时候一定会先发布一个预估值，那等到将近20号左右，他才会依照美光那边给他的数字来做一个往上修正或者往下修正的数字。那你最近这半年来几乎每个月10号发布的到20号那个修正值都是往上拉抬的，最近半年牙拢起来呢，所以他昨天发布这个71亿，这个还不是正确数字哦，估计到20号的时候，那个修正值应该有机会又比5月份来得更高。所以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只看到月减5%，你就把股票给杀出来，那你要特别注意到你会不会杀错掉啊？你会不会杀错掉？这个打下来几块钱可以买，你看昨天美光。昨天美国股市最多跌180点，美光早盘一度跌了2%，可是收盘的时候又几乎回到平盘，而且最近连续3天连刷三缸，美光只要打下来就有买盘推上去，一打下来就有买盘接上去啊，连刷三缸低档买盘都相当的积极。那目前指标利用短线的拉回修正，指标也拉下来了，拉回到五十点的地方。那50这个地方慢慢的，如果美光再一涨，这个又形成黄金交叉的话，那整个美光带上去，对于华亚科来说又是一个往上推动的助力啊，所以要特别注意啊。华亚科打下来，但我知道很多人希望华亚科下来，因为空单对30几块一路尬起来，空单受不了，希望华亚科跌，让空单能够喘一口气。好，那今天华亚科下来了，空单要报你要找机会哦，不会有太低的价格。第二个，外资最近一路卖，被他一路洗走，外资已经被洗到快空手。那这个情况之下，我相信外资也不敢去预估华亚科会跌多深，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到外资的动作。外资如果开始在56、57这附近开始接进去的话，那应该底部会有限啊，所以华亚科的买点你要特别注意。你想嘛，美光外资都已经台积电外资都已经把它喊到170了，华亚科今年业绩是不会低于台积电的哦，那怎么可能跟台积电比较起来连它的一半都没有？所以外资圈怎么样来介入华亚科，这你要特别注意啊，这个你要特别注意。现在外资圈几乎已经是被洗光了，那你去放空的，你去放空，你看这次放空从什么时候开始？从这里对家大概36块左右开始空一路加起来，
啊，已经赔了一倍了，从36高到60几，你这些空单怎么办？你乖乖做多的后啊嘛，乖乖做多，从底部上来150%，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这是一档让你咸鱼翻身的股票，今年每股获利最起码7块8块起跳的公司，现在本益比连10倍都还不到，对，我们两个月时间波段加差价，都已经可以赚2倍了。这个股票今年都是要你大赚的，你随便买，随时买，闭着眼睛买，欧白买，拢会赚钱啊。对，这种股票是今年最热门的股票，也是今年度里面能够让你赚大钱的股票，自己不要乱做啊，它可以卖欧白走。华亚克有它固定的一个规律性，华亚克有它固定的规律性，大波段有它大波段的规律，小波段有小波段的规律，你还有机会捡便宜啦啊，因为大波段的规律49天，这个地方严格来说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攻击波，因为这个地方的时间本身来讲它是属于中段整理的时间，所以在中段整理时间的时候，行情它第一波箱型整理横向急拉，紧接着还会再拉回来一次，所以拉回来那一次是最后的一个买点，所以操作上它有这个规律性在的时候，你只要跟着我脚步依照这个规律来做，这是一档倍数获利的股票，想操作它的加入我们倍数获利的战斗营，联合院带着你一起做啊！他给麦当欧北走，行进去做半空，去有尬给，去有高考高秀，啊，那就更可惜了。嗯，好，今天市场买超第一名哦，成交量第一名的，一样还是群创。群创今天早盘啊，今天群创早盘一度压下来，也没跌多少啊，也没跌多少。那为什么一开盘就跌呢？因为今天这个消息我看了哈。其实也不想讲太多哈，今天这么大板，中韩签 FTA， 我国85月订单可能会不见。嗯，这里面特别点名到面板跟石化业。我想中韩的 FTA 不是现在才在谈，而是已经谈了好几年了。那已经谈了好几年的东西，你今天又刻意把中冷饭拿来热炒，但今年有机会签。可是纵使有机会签也是年底的事情，纵使签了，确认的一个实施时间还没确定，搞不好又要隔个一年，所以最直接的方式啊，最直接的情况其实在一年之内这个对台湾影响都还不会出现，那你为什么急着在这个时候拿出来讲？我相信政府的用意无非是利用这个东西想要逼迫在野党啊或者民运人士来怎么样配合政府赶快把福茂护茂给做过关。嗯，可是你这样的表态无形之间也会让产业界跟投资人给吓到，我想这些负面的东西政府你应该要考量到，而不是只是为了政治的一个立场来做来做对外的一个说明这里你要注意到，所以受到这个影响，今天群创一开盘之后开低，可是你会发现到当大盘在杀盘的时候，群创反而杀不下去哦，啊，等到台尾喽，所以群创今天其实是很强的。导播，我看一下今天群创收盘收多少？381，平盘。哎，还是收平盘嘛，对不对？嗯。大盘后面怎么杀，它是杀不下去的嘛。如果这档个股真的很弱的话，那今天早就该打下去了，是不是？那为什么早盘那么弱，反而下半场大盘在杀盘的时候，它能够撑得住？一定是有人护住了嘛？那谁护住呢？是外资护住了嘛？因为外资在礼拜二的时候盘后交易，跟大家讲过，盘后交易它成交了8万多张，在15块1的，隔天在15块半的时候，它卖掉了4万张，所以它手中还有4万多张是成交在15块1的。以今天的收盘价来说，它还是小幅套住嘛，所以它一定会自己撑盘嘛。加上这个价格这么低。群创昨天有会员问我，他说：“老师，群创他要办12块半的现金增资，要不要认？啊，要不要认？当然要认啊，当然要认啊，对不对？你看现在股价大概15块钱，他让你认12块半了，你为何不认呢？那个现认现赚的东西啊，现认现赚的东西啊，这一定要认的啦。缴款时间7月29到8月4号啊，到八月四号，很多人担心。”他办现增会不会影响行情的攻击？我这样说好了哈，你看上一次我昨天讲过了，
上市华亚科也是办啊 GDR 海外发行，你知道价格定多少你知道吗？31块钱啊，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一天，应该是这一天啊，应该是这一天，因为 GDR 定海外售价31块，前一天收盘价在36块，溢价了5块钱哦，折价了5块钱，所以隔天很多人把股票杀出来，杀到跌停。可是杀到跌停之后，31块钱跟我来嘛，没来嘛，就一路涨，涨到现在60几块。啊、哦，所以相同情况会不会在群创身上再度发生？我想这个可能性很大哦，啊，这个可能性很大。那群创也是一档能够让你今年赚大钱的股票。你看我们在10块4的时候已经开始带会员买，也鼓励大家赶快下去买，从低点上来。外资也一路买它，啊，外资在这两个月里面，总共买了40几万张，价格大概是在11块跟12块的范围。你看一路到15.95，你纵使以今天的价格14.9来看的话，跌都没跌几年嘛？你说它跌很深吗？也没有，大概只跌了1块钱下来而已，也是涨了5成。理财会来喂，你要想这个问题，21块会不会来？啊，21块会不会来？群创有它固定的规律性在走。你不要想说它会跌多深啊，因为目前大多数股票都在外资手中，嗯，啊，外资秋冬的股票，外资要不抬出来，外资一定会护盘嘛，不用你护，外资自己会护，啊，外资自己会护。目前群创的价格，你以历史的价格来看，它在高还在低？低档。它在低档啊，看得知道在低档啊，对不对？而且站上年线，啊，所以这种股票其实以加权指数在9500、9600这个地方。它算是稳的股票啊，它算是稳的股票。友达今天收盘大概是也是在平盘左右，大盘尾盘杀下去，它也撑住了。昨天外资大买友达27457张，友达的部分等一下我们第二段再来跟大家报告。好，今天到很多这个个股在往下急杀的同时，我们刚刚看到了面板双虎表现好像似乎哦还算相对有撑，那么友达接下来要怎么来解析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人源投顾顶级服务，专人规划，提供顾客专属服务人员，客户全方位的投资建议，提供最具专业性且值得信赖的金融服务，期待能够成为顾客最忠诚的终身理财帮手。洽询专线02-2321-9933 2321-9933。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终于回来了啊！拿下！千万别！上方宝剑！啊！什么时代，佮夹个夹咩创啥啦？你还讲我要申请见法官？提升法薪资收入后，如果受到法院以外的机关剥夺人身自由时，只要依法申请，24小时内法院将进行提审。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让人身自由更有保障。提升法薪资上路，人权更进步。床的世界，全新电动按摩调整床，床垫角度随我调整，更享受，更舒服。多点震动按摩，舒缓肌肉疲劳，冷暖恒温材质给我最佳熟睡温度，更服帖我的身体曲线。床的世界电动调整床，只要月付2800。欧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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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真的是58折。现在来床的世界周年庆，全馆床垫58折回馈，美格兰特两杆床月付2200，床的世界经典床只要月付990，还有超值加价购。请来床的世界。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终于回来了啊！拿下！千万别！上方宝剑！啊！什么时代，佮夹个夹咩创啥啦？你还讲我要申请见法官？提升法薪资上路后，如果受到法院以外的机关剥夺人身自由时，只要依法申请，24小时内法院将进行提审。这是每一个人的权利，让人身自由更有保障。提升法薪资上路，人权更进步。Get in, get in, 跟Day brings all fans together for the FIFA World Cup, the glorious journey for all. 跟Day。Hyundai Elantra 轻松购，免费升级黑潮版，再送 DVD 加 Navi， 最高总值80000，限量优惠，马上行动！
那时间面网刚刚说到，在友达的部分呢，今天还算相对比较强势，比较抗跌的。那接下来说的话，这股价值得期待吗？今天跌下来是个好的买点吗？何彦哥，好的。昨天台北股市大涨的时候，我特别跟大家谈到，不要像无头苍蝇一样，看到上面股票 K 的行为堆啊，没有必要。把自己手中的股票顾好比较重要。如果你手中股票是强势股，那我相信它一样会帮你持续带来啊不断的一个财运。否则你这样到处乱追乱抢，看今天行情这样一下来，你昨天乱追的不就套住了，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华亚科今天虽然回，今天群联出来讲了，群联说第三季怎么看都乐观，那连模组厂都怎么看都乐观，那上游的低润厂呢，当然是更不用讲。好，我们来看一下友达，今天群创友达两只股票啊表现相当稳，昨天外资继续加码友达27000多张，可是融券还有10000多张，甚至于外资一路在减。你看这段期间，这段时间外资一直大买友达，总共买了78万张，可是融资反而一路减，哇，一直涨，融资就一直卖，那外资一直买，有时候你觉得很奇怪，融资一般都是散户在用的，对，为什么行情一直起，算花单一直买一直买，那散户买的时候，股票都被外资给吃走了。所以说这种股票怎么会下来呢？是不是？更何况净值有高达17块钱。对，我前两天跟大家讲过，从2月1号以来，外资买群创是买了34万张，买友达是买更多的啊，是买更多的。所以友达接下来它的一个动作啊，你要特别注意。这地方在选股上有一定的逻辑，涨高的该卖你要卖，转进一些底部的股票。那如果说你自己选股找不到好股票，没关系，跟上我们行列。